这个黄威同学应该去演戏的时候，估计能给大家带不少各种吃的东西吧？啊，会。这个你带了这些小吃啊，一般给孙老师吃吗？那必须给呀。啊，给给老伴儿了嘛？你对对对，那个孙老师给你们带吃的吗？孙老师其实不是特别愿意接受我们的这个小吃的。嗯，为什么呀？为什么你还不知道吗？就是因为吃了别人的还得还。他的箱子里头除了剧本和茶，基本上没别的东西，没有吃的。别说，偶尔也有有点花生米什么的，你放血压低啊？巧克力什么偶尔啊？有啊，对，糖。你巧克力是自己吃的，还是跟你老伴一块吃？不是，因为人那个黄飞老师人家不吃，为什么呢？您觉得巧克力呢，糖分太高，啊！我一想，我想给他说，我也琢磨，你现在人都是健康，你先给呀，他老是想，想健康饮食，你不能叫别人也很污染。哎呀，最后结果就是没给呗，我也给过，好像。就是没给过糖吗？什么点心什么没给过吗？你给了没有？记得我失忆了，忘了。可能我以后一定要把这些都留存下来。给也是可能，应该给过。哎，应该给过，也是可能就是您今天就是想不起来，要实在吃不了。